尤其是我们啊，我们那个女同志，她的手，她的感觉比较，因为女同志手比较细嘛，不像那个男同志有老一张老皮的像那个，用机器摸的，哎，你感觉到，他那个棱角啊，挺刺你的手，那这个你就要注意了，这个是假的，这线的，现在刚刚烧出来，硬硬的啊，它那个没有粉化，哎，他说我们哎，这个黄，这个是自己的细心体会，体会到。它就进入粉化，这个现在出不来这个现象，现在出不来。如果它有沙子磨了，如果用那个细沙磨了，那放大镜一看，一条条平行的擦痕，一条条平行擦痕出在上面，有那个平行擦痕出现，你就得是假，你假的。但是你再高明，我也把你看出来，啊，把它看出来。所以这个就看这个，它就表面的粉化、老化的现象啊，这个是我们啊鉴定。鉴定的这个真假是我们鉴定真假的一个依据，用真假的这个依据。那么这个第八一点呢，就是对掉皮的对掉皮的那个在那个皮啊，这个陶器表面的那个皮啊，掉落下来，像那个墙皮。掉落的，就是陶器表面掉皮的现象要当心。陶器表面呢掉皮的现象要当心，这是第八一点。因为这个陶器啊，它是用这个炉弄麻坯成型，还有呢古代呢它的泥条盘度成型以后啊，它表那个胎基表面也是太粗糙，太粗糙了，它要配一缸那个细泥浆，配一缸含细的那个细泥浆啊，它把它陶器。放到里面去，然后用这个泥浆啊浸到上面，在上面敷一道很细的泥浆，很细泥浆呢，然后它的晾干，它风干，风干了、在含到一定的水分的时候，它的打磨，每样，让这个细泥浆啊跟那个陶器胎体结合，形成一个泥合层，形成一个泥合层。这个古代呢，它因为它有耐心。古代呢，他是这个老年那个妇女，带着一群青年妇女，他也没有事，所以他那个一边的下磨，充满了激情呢。他那个这个就这样跟那个他的那个氏族啊，创造好的东西，所以他细打磨了这个泥浆层啊，就那个结合面的泥合层啊，非常的紧密，也不会掉落，两个基础成了一体的，基础成了一体，它不会掉落，被掉了，所以呢，它有极少数有一点掉落，但是也是一种薄蚀的掉落。所以为什么骨陶啊，它的表面那个薄蚀的现象啊，它也是一层一层往下掉的，就跟那个泥跟那个细泥浆那个表层呢是有关系的。但是呢它压磨得非常紧，现在啊它没有那个时间了，它就是弄上来以后打磨几下，它就放上去了。放上去了以后呢，还有呢，它口部打磨的精细一点，颈部可以打磨精细一点，还有一个幅度比较大的肩部跟腹部，它可以打磨的精细一点。但是呢，那个耳朵，这个耳部，就这些部位，就这些部位，这个交界的部位，还有这些部位，它不愿意打磨到的地方，它那个粘结。这个表层的泥浆啊，跟那个原来成型的毛坯啊，它结合不紧密，所以烧成了以后啊，过一段时间它就掉掉了，过一段时间它那个表层呢就像墙皮一样往下掉。当然了，它那个像这些部位，像这些口部、这个腹部、底部这些，它不容易掉落，它就在这个部位。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啊，仔细看看上面啊，一般还不容易发现，但是在这个耳部或者耳部底下部分，在有的部分呢。它就像墙壁掉下来，你那么一抠它还掉，新的，这是新的。所以陶器表面像墙壁一样掉落的现象，这个掉落呢一般是很少的，很微小的但是它有这个现象，有的是比较多。所以不管它多少，只要陶器表面像墙壁一样掉落，这样的陶器是假的。硬一层啊跟台体结合在一起，这个唐代这个彩釉陶器的总称，什么叫总称？就是唐代彩釉陶器的总称。
我就会动，然后呢？对，跟着动。啊，唐三彩呢是大唐盛世啊，大唐文明的元素，它是用这个彩色的陶器，这就是彩色的釉，彩色的陶塑，描绘出有光辉灿烂的大唐盛世的啊社会面貌、文化面貌和经济形势。我们知道这个唐三彩的出现呢，唐三彩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啊，它是一个时代文明的啊一个文明的产物。这个我们伟大的祖国呢，在发展的那个过程当中，它是处在统一的啊，在统一的形式下面，这个国家的发展、文化、经济整个的方面都是光辉灿烂的。这个中国这个文化的第一个高潮，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建立起来，那么它有一种暴政的结果，这个秦王朝灭亡，然后建立了大汉帝国，就秦汉时期使中国文化的第一个高潮。那么后来东汉呢，由于豪强大族的恶性膨胀，和东汉政权的内部的斗争，就是宦官与外戚内部斗争的结果，把这个大汉帝国给拉垮了。拉垮了以后呢，就出现了军阀割据。军阀割据以后啊，这个大小军阀互相兼并，这个的结果啊，就最后剩了三个最大的豪强大族的集团。第一个呢，就是雄踞中原，以这个河北南部为象州啊，象州河北南部，这个到信阳这一带啊，就是这个中原地区，这个拥兵百万、战将千员的曹操，曹操集团这个建立的魏的建立。一个呢，就是割据了江南鄂野啊，江南鄂野的神武集团啊，神武集团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本来啊，这个没有立足之地的，后来接受了诸葛亮的建议，进入四川，就以四川的田土之国作为这个自己啊根据的基础，就是魏蜀吴。这魏蜀吴啊，以后呢就是司马氏啊，司马氏啊统一了中国，把那个蜀也灭亡了，把吴也灭亡了，就建立了西晋政权。但是西晋政权本身是一个非常腐败的、非常残暴的这个封建国际势力一个集合体啊，一个集合体，很快就出现了八王之乱。八王之乱以后，西晋就灭亡了。然后呢，北方的贵族啊就到了南方，北方的贵族到了南方啊，北方呢就有周边的那个骑马民族、马背民族，头发龟啊，就是匈奴、鲜卑、羯、氐、羌。那么在北方建立了这个五胡十六国，就是魏晋时期啊，魏晋和北朝。由于各国军阀从事战争的结果啊，他们要稳住自己的政权，一贯完全依靠武力，完全依靠抢掠，那个政权呢是不能长久的。所以呢，他们呢就制定了一整套的发展经济。发展经济的目的呢，就是要稳固政权，要建立强大的军队。所以北方的贵族啊，他们呢是没有这个受到大汉帝国那种封建制度的制约，他们的思想比较开放。而且呢，由于他们国居北方啊，是北方的丝绸之路啊空前的繁荣，空前的活跃。这个时期西域的道路啊，是由这个张骞开始。张骞以前呢就已经有了，但是没有文献记载，而且这个也不很畅通。后来的班超，东汉的班超也没过去，到了这个地中海的边上，到了阿拉伯海的边上，也没有过这个波斯海峡，并没有到地中海。那么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中国的航海大船呢，就从东南
下海，就是沿着印度南海岸、印度东海岸出发，印度中海岸走，就到了现在斯里兰卡的贾哈拉半岛。贾哈拉半岛有包括海峡那个地方啊，有一个最好的一个避风港，那就是贾哈拉半岛。在贾哈拉半岛里是供给养，然后再通过这个贾哈拉的半岛就到了红海，到了红海，后来过了阿拉伯海，就到了中东地区。但是维京南北朝啊没到，维京南北朝就到了这个包括海峡的极致。到了唐朝呢，试着做了更进一步的开放，所以中国的航海大船已经超过阿拉伯海，原来阿拉伯人控制了世界的航海的那个大权，所以呢，那个是阿拉伯人非常富有，就是波斯黑衣大师，就是中东地区的包括这个早期伊斯兰教国的王，这个伊拉克、阿富汗、伊朗、叙利亚。就这些，就这一些。那么有那个时候世界上就形成了三大帝国。第一个帝国呢，就是以罗马，就是意大利的罗马，希腊罗马为首的那个东罗马帝国。东罗马的帝国一直势力到南极。第二个最强大的势力呢，就是大唐帝国。第三个大的势力大唐就是黑衣大使，就是以波斯阿拉伯人建立的大使帝国。那么其中最强大的、最活跃的、最有生气的，就是这个唐朝。根据《大唐六典》的文献记载啊，大唐帝国跟世界上3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这个经济、文化、教育、工艺方面的往来。因为当时的长安有108个坊，长安有100多万人，其中呢大概有10多20万是阿拉伯人，是外国人。广州、扬州那个地方就已经有20多万那个波斯人。因为啊，这个唐书记载里面有一个这个刘展传里记载，就是刘展造反的时候啊，派人去镇压的刘展，就在这个波，就在扬州杀了这个波斯人的20万人。一次杀了20万人。那么扬州有一个墓，有一个唐墓，发掘了一个女士的墓，叫卫士夫人，叫卫士夫人。卫士夫人，这个卫士夫人啊，她一共生了5个儿子，生了5个孩子。她第二个儿子就取名叫波斯，她的墓志上的第二个儿子取名叫波斯，就说明这个波斯的人啊。在扬州的地方啊，势力的大，影响的大。他的商人嘛，他有钱嘛，所以叫娶妻生子。所以这个卫士夫人呢，很可能就是跟波斯人生了这个孩子。那这个波斯人走了呢，他就把他的孩子取名叫波斯。所以这说明呢，当时中外文化的交流啊，中外人空前的发达。那么这个北朝的后期啊，慢慢的社会走向了统一。南方呢也越来越腐朽，越来越没有民族的地方了。南方就是骂，就在这个一些人呢，一天到晚就骂这个北方，说北方不是东西，说北方根本就不能代表这个汉的这个我们汉人的理智，说他们都是野蛮的东西。那么他说你看看为什么？你看他们吃的是这个波斯人的这个手抓羊肉。用的是呢一丈多长的大圆镯子，那个镯下地下铺的波斯地毯，饮酒用的是波斯的那个杯子，装东西是波斯的补品。这个他骂呢，正好骂到北方这个政权的朝气蓬勃，就是说北方政权呢吸收了新的东西，南方呢他保守这个孤独腐烂，所以最后啊这个北方这个到了这个隋文帝啊。这个北周贵族啊，隋文帝一统一下，摧枯拉朽，战争一扫就扫平了。这个隋文帝这个人呢，是个非常英明的一个君主，他呢看到了这个北周贵族的腐败，另外他也制定了一系列的这个统一中国的政策，比如建立府兵制度，建立租庸调，建立通商，发展手工业。那么他呢？建立了隋代的一个王朝，隋王朝啊，
它的隋王朝是啊，隋王朝它的南朝是581到618，是吧？581到618，这个短短的这个时间里面，短短的时间里面。37年，短短的37年的时间，社会经济啊发展了很高。这37年生产的瓷器，唐朝要100年才赶上它。唐朝100年以后，我们经过我在西安地区整理那个2000多座唐墓发掘的这个资料排比的结果，唐朝在建立第一个100年的社会使用的瓷器比不上隋朝。但隋朝它怎么灭亡的？隋朝它就是因为啊，隋炀帝腐败和暴政，导致了农民起义、瓦岗起义，农民起义一下子就把一个欣欣向荣的繁荣向上的帝国一下子摧垮了。所以唐太宗啊，唐太宗实际上是这个建立大唐帝国是第一号功臣。他呢，那时候20多岁啊，他孤身一人呐，从这个宜阳，从太原那边，到了西安的地区，他跟他的舅舅，这个联兵呢，攻打。那个李渊呢，就在太原留守，就当太原留守。实际上打天下的是唐太宗。唐太宗就震撼于这个隋末农民起义啊，就警告他的大臣：你们不要太奢侈，你们不要太腐败。所以他说：人民啊，好比水，君王啊。就好比舟，水呢可以载舟，也可以浮舟，而且他重用了农民出身的啊，为瓦岗寨服务的一个人魏征，农民出身的一个人为宰相，推进了廉洁的政治啊，放手发展经济，把这个大唐帝国推向了繁荣。唐朝啊，这个王朝啊，一共死多少年？唐朝是。618到907年，那么是289年，这个三个世纪啊，唐朝是18皇帝啊，唐在长安18年，18皇帝啊。真正对唐朝起作用的，把唐朝推进到这个文化发展高峰、经济发展高峰，成为我国历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封建王朝的，实际上就三个皇帝。第一个皇帝呢，就是唐太宗。唐太宗是打天下，统一了国家，让社会平稳，让农民呢稳定到农民在土地上，农业发展了，经济基础雄厚了。建立了强大的军队，把匈奴啊赶走了。他的大将啊，魏军，底下的几个将领啊，把这个匈奴啊，一直打到欧洲。原来汉武帝是卫青、霍去病，把匈奴打到了欧洲，就现在的匈牙利。但是呢，有一部分残余势力还在进攻匈奴残余。那么他的那个底下的几个将领呢？这个在他的组织下继续了把他赶回去，从此以后匈奴不回来了，所以中国的国土啊基本奠定了这个中国的国土，而且呢这个新疆广大地区回到了中国地方，只有西藏吐蕃啊还是相对的一个相对统一的，那么这个唐太宗是奠定的基础。那么第二个皇帝呢，最有作为的皇帝就是武则天。武则天呢，看到唐代的这个关陇集团的腐败，国内不斗争，那么采取了果断的措施，消灭了这个旧的门阀士族的残余，启用了新兴贵族，他用的那个底下的几个这个官吏啊，都是很有开拓精神的，像狄仁杰啊，还有这个不是魏征，是唐太宗。他那几啊那那几个人很有开拓精神，另外对社会放手发展，另外把国门打开，所以呢，这个真正的唐朝大盛，唐朝啊这个大唐帝国的兴盛时期是武则天。这武则天呢，
这个应该是啊一个非常有卓越的一个非常智慧的一个皇帝啊，一个皇帝。他呢老家呢是山西文秀的，但是呢他长在四川，他的爸爸就是广元的刺史，毕州刺史。这个国木洛呢，因为广元那个地方有一个碑，碑上面呢就缺了两个字，就是啊利州刺史，有两个字是缺的，然后下面是武则天。那么古老啊，因为他是文学家，他是偏了两个字，生于利州，这肯定是他偏的。所以考证下来，武则天是我们四川人，就是我们四川人，所以修了黄泽寺，广元的时候黄泽寺是不是？那么很多这个四川文化的武则天，实际上武则天呢、啊，他是生在这个，生在四川，长在四川，他本人老家，他爸爸是山西文水，山西文水，那么他是很有开拓的。那么第三个皇帝呢是谁呢？第三个皇帝就是唐玄宗，啊，就唐玄宗。唐玄宗呢当了32年皇帝，唐玄宗当了32年皇帝，前25年呢还是一个英明的皇帝。他为什么英明呢？他用了宋璟，啊，用了几个能够反对意见的，能够跟他直说，而且他也比较虚心，他有气昏了，有时候回来喷着骂，要杀他们这些。但是后来他也照他去做，照他去做了，所以呢，唐朝社会继续开拓，继续发展。但是25年以后啊，糟了，25年以后就糟了。就是为什么糟呢？他娶了个小老婆，就把杨贵妃娶进来了。杨贵妃进来以后啊，就排斥了这个忠贞的那个大臣，用了他的这个杨国忠。杨国忠呢，就用了李林甫。李林甫是个口蜜腹剑，他们就是顺从。这个唐玄宗要吃甜的，他跟他蜜吃；唐玄宗要吃酸的，他跟他酸的吃。所以把唐玄宗啊弄得晕晕乎乎的熏火，后来就变成一个刚愎自用、昏庸啊，很昏聩的。那么就是这个白居易啊说的，就是这个春宵苦短日高起啊，从此君王不早朝，就变昏庸主了。昏庸，他昏庸呢，他是再次这个，他是25年后。47年腐败透顶，然后呢招致了安史之乱。而且从此以后呢，中国这个社会啊就有大同，甚至就鼎盛时期慢慢下来。那么后来就是他的儿子熟宗啊，玄宗熟宗呢很狡诈，他那个安史之乱呢，他幸灾乐祸，他的爸爸逃到四川去啊，哎，他就到甘肃去把地位继承下来啊。而且他很狡诈，以后呢用的那个皇帝啊，一个比一个昏庸，一个比一个狡诈，那么对人呢也是不这个不信任啊，很不信任。这个宫廷内乱，宫廷的斗争，原来是军阀奋战，就是藩镇割据的奋战，把大唐社会搞垮。后来啊是内部的斗争，是以皇帝为首的权势集团之间的斗争，把大唐帝国搞垮。那么唐三彩呢？就是大唐帝国最兴盛时期的产物，最兴盛时期的产物。根据我的考证，我是世界上第一个写唐三彩的书的著作人。那么我这个写了一本这个中国釉陶艺术，写了一本中国釉陶艺术，也是一个偶然的因素。那是就是让我要出国啊，去考察去。结果我说我有点咳嗽，我去检查，但没经验，一检查糟了。说我是癌症后期了，而且癌症呢，这个癌症呢是在这个在肺啊跟心脏联系起来，而且已经那个肺癌了，它有那个肿瘤已经张开了，就活不了多久。这个弄呢，哎呀，我也出不了了。我说这没事，我也不抽烟，我也不喝酒，而且我年纪才40多岁，我怎么这个时候就得肺炎了？那是不是我们那个家里的？做了什么对不起人家的事情，抱怨我做的，我也不在乎。后来我就是有一次啊，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，我突然在长安大街上停下来，红灯亮了，我一看，哎呦，滚滚红尘啊，这个一个一个人啊，朝气蓬勃。我说我呀，很快要退出这个文明了，我很快从这消失了。所以啊，一股淡淡的忧伤啊。就我的脑袋只是砸了下来，回到家里，到家里以后啊，我就想，你让我住院开刀啊，住院开刀就住到去一个总官集中，身材肥胖，两眼朝天，五官集中，对事物一切不屑一顾，那种形象。
那么也有一些知识分子的学士出身的，文吏很文静，那么还有学者风度啊，那是文吏。但也只有三种眼睛啊，横于那个意念横肉，就是武则天用那个周星来俊成的狐狸，有这些的人物。这样大唐的政府啊，每一个角落，每一个层次啊，每一个啊人们所涉及到的地方，他都用唐山的写塑造出来，那用唐山把它塑造出来。那我们现在慢慢的看一看，跟大家解释，还是按照上午的办法，还是按上午的办法，哎，上不了两包东西，哦，这两对啊，对，我们还是啊，先呢，我对着这些东西把唐山的情况大家讲一讲，然后我们看，看这个词典，看到词典，我进一步结合了幻灯来讲，鉴定唐山的几个法则原理，我们这样比较好，又有听的，又有想的，又有看的。但是都有收获，而且你去买东西啊，不买假，但是不能保证。还有个人修养，还有个人修养在里面，还有个人修养在里面，是吧？那么这个，现在我们接着往下放。这个盘子啊，是这个盘子啊，这个照相照的不太好。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盘子，台底非常薄，而且啊，做工得非常的圆润。这有一个特点啊，希望各位朋友啊注意一下啊，看看唐三彩的工匠的巧妙，就是一个白点，就是白点，就是白点。大家看，因为其他的这个釉啊，其他的这个釉层，你看这个绿色的、黄色的，还有这个深褐色的，它都能够浸满，都有浸满，唯有这个白点它比较死板，比较死板，它不那个啊，它不这么流畅。你看它一点一点一点，这个怎么做出来的？因为啊，它要追求这个白的颜色，白的颜色呢，在陶器上面出现一个图案花纹，有的呢像梅花啊，有的像三瓣花，有的像其那个花纹。但是呢，大家知道白的颜色是最不容易保护的，因为它其他的颜色啊，这个一放上来又一流动啊，最第一个受感染的就是白颜色。白颜色被感染了，它一感染以后啊，它白的就没有了。但是工匠呢，就要追求这个白的颜色，要追求这个白的颜色，所以就在这个白，它要设计的花纹图案的这个地方，它就用这个制这个陶胎的这个陶土，陶胎这个陶土啊，就粘在这个地方，这样撒一点沙，再撒一点灰，然后把它固定在那里，固定在那里，固定在固定固定在固定，然后固定在这里，然后呢固定好图案设计好了。然后它在上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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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釉了以后，然后呢，它把它放在窑里面去烧，把匣钵放在窑里烧，烧了以后啊，其他的釉层流动，但是一到了这个地方，流动的地方挡住了，要由这个地方挡住了以后啊，把烧完了，烧完了以后啊，它把那个陶的就是那个泥啊，做垫这个泥啊，一麻就麻掉了，麻掉了以后啊。这个花纹里面啊，就是被各种彩色包围下的一个白色的花卉。这个花卉啊，这个是为我们鉴定啊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。就凡是有这种白点的花纹呐、啊，大家用手去摸，它没有釉。这个是胎的颜色，没有釉，没有釉它比较粗，它顶多的就是一种摇撼，就是、啊、因为这个陶器的胎底呢，也有那个拉夹盖的这个。质地比较软的啊，软的那个金属物质，它呢渗透上来有薄薄的一层，稀稀稀稀的一点点亮光。所以拿手去摸，这个呢比较涩，这个呢比较涩的。它是那个时候啊，没有能力控制，没有能力控制住，所以呢，他就用这个办法做出来。做出来以后啊，那么你们现在拿这个你三彩的东西啊，看有这些东西啊，你拿来摸一摸，拿来摸一摸，摸一摸，摸一摸，它这个釉啊在上面。这个又高一点，这个地方矮一点，所以啊，而且这个呢发色，这个呢是釉的这个软玻璃啊，软玻璃这个那个你来摸啊，它那个没有釉的感觉，那么这个是真的。那么现在为什么现在甲骨叫他不知道？也许我讲了以后啊，也许他们知道以后做了，那我就负不了责任，因为我讲了秘密他把他来做了。但是呢，他现在做，因为现代的工艺手段，他对这个釉的控制啊非常严格。非常准确，他不让他流就不让他流，他让他流就让他流，所以现在啊一律上白釉。所以现在甲骨董啊，他那个这个人一律有釉面，有釉面是平的。哎，我有一片那个，有一片假的唐三彩，不知道带了没有？他那个里头就有，就有那个白釉，那个白釉就跟其他釉是平的。所以今后大家，我还没讲那个诀窍之前，先讲一个诀窍，就是你磨这个，
为了这个以后啊，你们选那个唐三彩带有这个白色花纹图案的，那么它这个釉呢，它这个白色那个时候它没有釉，它只有一层薄薄的从胎镜里面泛出来一层亮光，那么这个就是真的。如果那个釉面是平的，上了一层白釉，也是低温釉，跟其他釉是一样的，甚至比这个还要高一点，这样呢，那你千万不要买它啊，千万不要买它啊，它是凹下去的。它是比外面的釉要低一点，它不故意嘛，它是胎的表面是平的，但是釉呢，因为有一层釉比它高一点，所以那个你拿一摸，你摸，首先它发色就是凹下去的，所以呢，这个感觉的很实在的，很实在的，这个，我们一边欣赏唐三彩，我们一边学到一个鉴定的手段，而这一个鉴定手段，它不包括了那个我那个底下那几项，记住了没？有印象吗？有印象啊，它是泛出一层薄薄的，薄薄的，稀薄稀薄的，稀薄微微的一点光，它跟那个釉的光啊不一样，它跟釉的那个光，釉的那个是软玻璃的光，它那个从台阶上泛出来有一点点亮光，一点点亮光，白点的等于没上釉啊，就是没上釉，因为釉过不去嘛，因为釉过不去，釉过去了以后啊，如果釉那么一流动复现，已经把这个白都保不住了。那但是它上的是白色上了吧？那它不上，白色胎呀，它是胎呀。白色它是露出的胎的颜色，它是露胎，那地方就是露胎的啊。这个啊，我们看一下所一样啊，看一下所一样，再往下啊，这一件呢就是流动，就釉的流动，它就没有那个保护它，也没有流动保护它，它就挂不住。你看这个它这个白色就保护住了，它这个釉就浸过去了，那边浸过来了。这个啊，它用一种釉的这个旋转，釉的这个旋转呢产生一种旋律，所以这个碗呢也是非常漂亮的。也很难见到的啊，很难见到。那么这个是唐三彩的一种。唐三彩啊，现在我要跟大家各位朋友介绍，唐三彩在全国有哪几个地方生产的唐代？哪几个地方生产？啊，第一个地方最大的就河南巩县，河南巩县。河南巩县，那么第二一个呢，就是陕西咸阳。陕西咸阳可以这个窑子破坏了，破坏的很厉害，这个窑规模很大，就是修咸阳机场。修咸阳是陕西那个，是那个陕西的那个国际机场啊。它这个当时施工很急，施工很急呢，考古工作都也没发现，没发现呢，结果就已经就推土机就把它推掉了。推掉呢，就是在机场工作的人呢，有一个。解放军的转运干部，这个转运干部呢，他在机场工作，他很有文化，他也很爱这个文化，所以呢，他就赶紧呢，就自己呢，就去采集，一方面报告文物部门，一方面他自己采集，因为那个国际上那个施工快得不得了，离那个一个窑子呢，他有推土机呢，离一两天就完，一两天就做完，所以他捡到很多窑点。后来考古工作者对他进行访问。要进行访问以后呢，就请他写个回忆录，请他写回忆录。后来在那个收藏杂志上面发表，他捡的瓷片也发表了一些。就这个，因为这个是在皇宫啊，离皇宫最近的京城嘛，是京畿地区，京畿地区这个就算第二个。第三个呀，就是河北省瑞丘县，河北省的瑞丘县。河北省的瑞丘县。这个河北省瑞丘县就是邢窑所做，就是明天呢，我们要跟各位讲的邢窑，就是这个邢窑所在地，邢窑所在地，这个窑子生产高质量的白瓷，同时也生产唐三彩，这是第三一个点，第四个地点就是四川，就是四川的琼窑，四川的琼窑啊，它这个窑子规模非常的大，窑子规模非常的大呢，我呢第一次去也没看到什么。因为我在写书的时候啊，就当地那个考古队长比较保守，他不让大家看。我们在85年开了学术讨论会的时候，在那儿啊，其实看到一个他发掘的现场，但是实物啊并没有看到。所以呢，就是我们在离开的时候，当地的一个工人，一个农民一样的工人，他看到我看得那么认真了，他送了我一片，送了一个大概就比这个还小。工人的。
比那个啊，比那个还小。意思我在写那个丢草艺术的时候，是写那个琼瑶的时候，一句的质量就是一点，但是后来就是啊，大前年嘛，大家我去看那个科技大学校长，也是我们中国科学院院士，他主持啊，这个让我们去参加这个会。哦，我看看这个会很重要，尤其是一个时任收藏家，收藏的那个满满的一个楼层。慢慢一层楼，收藏非常丰富，他要建立一个博物馆。邛崃县呢，邛崃市啊，市政府跟他合了一块土地，表示支持他，银行也愿意跟贷款，让他建立一个博物馆。所以我们当时去的话，他一方面有点让我们请他顾问的性质，另一方面也请我们过来看看。所以借这个机会啊，我们就把他那个照片对吧，还有那个照片，在一个收藏家。收藏界那个杂志上也刊登了一些，所以就是第二那个规模很大啊，而且品种很多，这个反映的社会生活比在离皇帝近的地方还多，比在离皇帝近的地方，离皇帝近呢，它就是皇帝的礼制，就皇帝的礼制，封建的礼制限制很多，四川地区呢，它这个这方面少，限制少一些，所以它反映的当地的风俗民情啊，哎呀，很深刻啊，这个很贴近人民大众，很贴近人民大众。比如说他这个人的形象，他有几十种之多，有既有我们这个北方地区人，有南方地区人，既有中原地区人，也有这个外国人啊，有外国人。还有呢，就在男女关系上，那么他反映出来也比较开放，他有一些那个男女恋情谈恋爱呢。还有男女做爱的一些这个雕塑形象，另外当然也有一些佛教，比如说佛祖啊啊那些形象，品种非常丰富啊，所以这个啊，各位如果有机会啊，你到琼瑶去看看铜山彩，那真是用一个彩色的釉陶反映了一个多姿多彩的社会，它更多的是这个民间生活情趣的，但是像那个北方的呢。威武雄壮的那个仪仗俑啊，宫廷的乐队啊，这些比较少，所以啊非常可贵，因为它离皇帝政权中心比较远。那这个唐三彩呢，就是这么几个这个地方，这个这是一个，再往下看，啊，这是一个叫做这个奇数型碑，这个唐诗里面有古宋唐的。有国宋大文，唐诗里面有国宋，有国宋这种这个饮酒杯，还有杯做这个鸟的形状，这样子，这是一个罐子，那么这个罐子呢，它以绿彩、以绿黄为主，它是基本绿为主。另外，唐三彩啊，他比较喜欢上一张化妆图。他这个胎体也比较粗糙，但是呢，他为了保持釉面的光洁，所以比较好的效果，那么他这个一般的上一层化妆，有化妆图啊，相给啊这个釉的显色效果更好，釉的显色效果更好。这是一个比较早期的，它完全就是靠釉的流动，。因为唐三彩啊。早期的唐三彩有一些薄蚀的现象，不是过啊，没有过，没有过啊。我有一次讲课忘了，我也是因为那个课堂啊，就是准备过了，这个课堂准备这个，我一次想到。还有我有一次啊，我讲了讲了，我这个你看它有一些薄蚀的现象，这个薄蚀现象里面呢很自然，这是自然的薄蚀现象啊，它这个都有，所以你看这不是人为的。这不是人为，这是岁月的流逝啊，出现的一个薄蚀的现象。而这也有可能啊，这是白的地方，有白的地方也有没有，所以这种薄蚀现象就是。那么有的用有栓咬的那个薄蚀，大家也不一样，它那个比较死板，就看出人为的损伤，这样。这是一个脚胎的整，这个脚胎整呢，这个脚胎呢非常像圆纹，是纹圆纹。那么柳的呢，就像那个这个大理石的纹理，永远的
啊，大理石，大理石纹理它这个是怎么出现的？你看这个纹理非常的自然，非常的漂亮啊，还有一种趣味甜橙的味道啊，一种趣味甜橙的味道是怎么做出来的？这个原来认为这是一个是个秘密啊，一个秘密不好这个然后谈讨，大家都说啊，这是很难办的一个啊一个科学课题，就是研究。结果呢，有一年呢，就1983年呢，在上海召开了一个国际的科学讨论会。国际科学讨论会啊，我们国内的学者大概就限了70-80人。啊，50-60人去吧，非常严格，非常严格。那个论文呢，我们先是在荷兰选的，在荷兰选论文，选了论文以后，然后才有资格报名参加那个国际会议。啊，多种颜色的泥料放在一起啊，搅啊，用搅的工艺是搅出来的。我当时就这么写，当然他让我写了别的，我很长篇论文。那别人论文呢，结果呢，在开这个会议啊，那天下午去干，我宣读论文了。但我宣读论文呢，它是一个斜坡式的，我就看到在这个会场的旁边呢，有一个人呢，吐着吐气的，他在看，因为我来的场没有人，就剩他一个，哎，我就挨在他旁边坐，哎，我你等一下，我听会啊，我你看什么？我看那个，我一看到那文章，那文就是我的，这是当我的，但他不认识我，我说你这个，你觉得这个论文怎么样？你觉得？哎，他写得很好。这些呢？我真的吗？我你还有问题没有？说你在看到哪一段？他就看了脚胎，我你说对不对？他这个脚胎说的不对，说他这个说的不对。他说你想想，他说如果两种泥料或者三种泥料软的，就是软的，他说放在一起如果来搅，他说这颜色不但出不来纹理，而且啊，多种颜色变成一种颜色无理，对不对？变成乌里八头的一种泥料。他说没有纹理，而且出不来。我就说真的？我你干什么呢？他说我这党人鱼池塘，我专门做讲台的。哟，我真的？我你我说是呢。我你再说一遍，怎么做呢？他说是这样，一种深色泥料加一种浅色泥料配好了，切成薄片，按照你需要的那个样子是做的模子，然后你把它一个贴上，一个贴上，一个贴上，或者贴在模子上，然后呢内膜跟外膜一样一挤。对吧？一挤，那一挤它既不中和，但是它也不死板，所以一个一扭，扭的呢，你看就扭成了树木的圆的纹理；扭的呢，就扭成了那个岩石的熔浆的纹理。是吗？我马上宣布，我改把那个论文给撕掉，撕掉。我说这个我的论文放到后，你那个秘书室，我就重新把这页打下来，重新打。他说你去打，我重新去打。就这么几下，几下我停止写了啊，多亏啊滕蒙这个同志啊指点啊几下，几下来后来打到上海公布，哎呦，脚台的原理被破除了，啊就啊就当时大家就跟我鼓掌啊这个东西。后来一个美国大公博物馆的那个东方部主任徐志恩，他单是这个你就可以得奖，而且我这个要根据你那个在美国去写篇论文，就将脚台的前提。后来大家组九队长，美国耶鲁大，美国那个麻省理工学院的化学系系主任叫金格尔教授，说跟我组九，说先生你的任务是最精彩，你的任务最精彩，啊，我谢谢，我心想，要不是那个工人告诉我，只不过是那个工人呢没法写文章，只不过是那个文章我能写出文章我出名，实际上我从工人来说，这个一个方面说明了真正的知识来源于实践，他有时间，我没时间，对不对？这是第一个，第二个说明了。我还比较虚心，是吧？我没有说这样的，我要说你做的什么东西，我那个才是对的，那麻烦了，那麻烦了。所以呢，我跟你说，要掩盖自己的不足，越掩盖，你那个矛盾就越大。你要虚心一点啊，我告诉你，常常纠正错误啊，你那个错误啊，不是很大。另外呢，这个人们呢、知道你有的错误，也会谅解。说你这样做学问还是很严肃的，很认真的，而且啊，这个不坚持自己的意见，还有呢，不拿这个专家的架子，他那个会议绝对不会让他到上台去宣读论文，只有我才能够去宣读论文。那我已经是这个中国古陶瓷学会的理事了，那就副秘书长了，所以我才有资格上去宣读。你想全国这么多学者，就几十个人，我上去宣读，说哪里呢？他，嘿，这个知识分子的知识啊。
其实有时候别吹牛，不是那么神圣的，你有很多这种实践出来的。我为什么对得起东西，跟你们各位朋友讲东西，每讲一个东西，一个现象都已经到了。我做考古的时候，我就是省了2毛8分钱的床板费，我到工厂去住，我调查的东西啊，我就跟工人座谈，我先跟他们做一些报告，然后呢我打成一片，一到吃饭，一到杀猪宰羊去吃，吃了以后呢跟我再跟我讲讲，咱们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，包括我现在的鉴定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鉴定了，我到济南去鉴定，我就叫了去做加固的那个，像那个最高的一个那个做加固的那个黄先生黄一鹏，跟我朋友来，我就把你东西拿出来我看，他说现在看瓷片，我说你这个是真的吗？他说当然真的，我不见得，我就给我把假拿出，把假的拿出去，哎，他乖乖跳出去，跳完了没？跳完了，然后我说怎么做的？我说依你看，你第一眼看什么？你的缺点吧，你自己做的你就知道它的毛病在什么地方。你第一眼看什么？你第二眼看什么？然后这个东西出现，你看什么？你怎么来分析它？他老老实实跟我讲，然后什么？再加上我的经验，再加上我在故宫工作这么多年，加上我在各地窑址考古的经验，我把它综合起来鉴定了，比他强。他告诉你，那看真假，我就比他强，然后我就比他强。但是我这个强是吸收了他的经验。是啊，其实要体面，但是我跟他好朋友从来不踩过他，他因为送我一个东西，送我一件瓷器，哎，你看我这件东西做的什么？哎呀，我你这个算以后再跟你说吧，过以后再告诉你。拿到北京，拿到北京呢，正好台湾呢、啊、那个典藏艺术啊，他要创刊，他要找我，你在那个台湾一个大学教授，你得找你这件，他找我，我拿我们的写片，一晚上的写片就发，然后呢，就是从一件啊。从一件瓷器啊的制作工艺，谈那个明代的嘉靖万历时青花瓷器的鉴定，那就是那一件。那一件呢，我把他的，他送我个银片石的盒，银片石的盒上面的铭款跟我们很像，我的照片一照准啊，像真的，正面照、反面照都像真的。然后呢，我一层层的皮跟他剥啊，第一假的什么地方，第二假的什么地方。跟他最后剥这个金光啊，我4000多字，跟我寄了580美元的稿费。他说先生写的太好了，他说以后凡是人能认到看到你这个文章以后，这一类东西都可以分辨出来，辨认出来。后来我把杂志给他，让他看见，我看见，我说你那点那个蒙的跟我，哎，是，他说你是有眼光，其实啊。就是他教的，他怎么做的，他那个水是怎么派的，我在一层一层的结果讲，是不是？我写出文章，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是他说的，连自己都不知道，连他自己都不知道，因为我把他理性化了，你对不对？我把他条理化了，理性化了，深刻化了，看、啊、知识分子的本事就是这样，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。所以我在这里跟大家讲课，不是有本事，而是有这个位置。你看，在这个啊。三俄时期啊，有一个寓所，一个预言家叫伊索，知不知道？伊索啊，伊索寓言嘛，是吧？伊索寓言里面有一个故事，不知道你们记得不记得？就是啊，有一天啊，在里面啊，这个就是啊，它是挤压出来的。那么这个呢，就爬行怪，这个叫爬行怪。爬行怪呢，它是原来啊，这个它是一个发展过程。它唐代初期呢，就是那个矮粗矮粗的罐子。唐代中期以后的罐子加长了，加了盖子，然后呢加了一个底座，到了中期以后呢，它这个底下加了一个腰花，到了晚唐的时候它底下再加一个座子，所以呢就变成四节，一个盖子啊、一个罐子，一个腰花，一个它可以拿下来，这个叫做塔形罐，就那个塔的形状啊，叫做塔形罐。这个再往下啊，这是一个这个没有柄的无柄的一个罐子，就一般的生活用具。这个品质呢比较好，比较差，它的釉呢有薄蚀，有薄弱的状况啊。就是台跟釉啊迷惑的不好，台跟釉呢迷惑的不好呢，所以它就经常的薄弱下来，有一些东西掉下。啊，这是一个这个牙形杯，也是一个龙头形杯。这个杯子啊，本来的名字啊，它是从西方来的，本来的名字啊。叫莱通呢，它在这个在那个西方啊，它是一种饮酒的一种工具，它是用铜打的，
或者用银做的，贵族那种金做的，他做的比较秀气。